说因为风暴，因为这种它可能就比较起因的时候，然后就列车有发生出口情形，行动将决定交通工程车至现场，八号将被执行副总作业。
现在左侧左右两侧的话会有一个底身的底身钢，哦，它包括一个我们的手动的底身钢的部分。因为我们的列车是低底盘的设计，所以我们的底身钢没办法一次就把它那个进行到位，所以待会会先用我们的预顶钢的来做一个底身的作业，让我们的底身钢可以进行我们的护轨作业。那除此之外，接下来的我们的车头，包含我们的前管助手会进行我们的列车的管制，不要让我们的前方的列车进入到我们的维修工区，还有后方的管制手也会做一个管制，让我们的前后两端都不会有任何的车辆来进入到我们的护轨的工区。那我们的指挥手现在开始在做一个预警的作业。那预警的作业，我们是用手压的手动式的液压泵浦来做一个顶针。那等到增压到一个高度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的顶针杆就可以进去了。那由于现场的话，我们的顶针作业是非常危险的，稍微一不留意的话，就可能会有意外产生，所以这部分的话都要小心的，密切的小心。那我们现在的指挥手已经在操控我们的右侧观察手，让他们的那个预顶的作业可以顺利完成。